来，同学跪一张，同学下去，来，别的拍照。他给，他给。他是路虎。
爱妈祖，爱不爱妈祖啊？爱。爱小三，爱不爱妈祖？爱。爱小三没听见，再唱。额头下去。妈祖，妈祖，我爱你。来，赶快喊出来。我爱你。妈祖，妈祖，我爱你。妈祖，妈祖，我爱你。三个人一排，慢慢来，往后排。三个人一排，慢慢来，往后排。三个人一排，往后排。头下去就不要再看了，头下去不要再看。来，头下去，往后排。同学，头低下去就不要再看了，嘿。同学，来，头低下去就不要再看了。来来来，三个人一排，慢慢来，往后排。来，好，头蹲低，头蹲低，头蹲下，头蹲下。慢慢来，往后排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跪下就趴下了哈。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这个穿灰色的趴低一点。来，跪下就趴下。三个人跪下，就趴下。快点，快点，出来一点，不要太出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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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下就趴下，来跪下就趴下。Thank you.
其实是难得两百年来第一次哈，我们天上圣母哈，我们妈祖进到林内来哈。其实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哈，其实早上听到就很高兴了。那中午的话，因为吃饱饭，小朋友就想说，因为去问老师说我们想要去拜拜可不可以？那老师有来问我，那我是觉得在休息的时间哈，他们如果愿意，他们可以自己去前往，而且不远，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啊。所以我们就同意以班为单位，让导师带着学生去做去拜拜哈啊，完成他们的自己的想法。那其实在这个以目前来讲哈，我们其实为什么会在底下，我们也是希望保佑我们的小朋友，尤其是国三的学生哈，他们今年五月要准备会考，那希望在妈祖的保佑之下哈，我们国三的学生会考都能够考得很顺利哈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考上他心目中的理想的第一志愿，好，这个是我们比较虔诚的想法。另外，那其实妈祖难得哈，两百年来进到林内来，你说老师在这个氛围底下要上课多么的专心哈，说实在也不是很容易哈。那所以我们也是满足我们老师的愿望哈，让老师下去，如果自己有愿意也想要哈去给妈祖祈求或者是要拜拜的话哈，所以我们就在底下设个香案，这是也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想法。那当然哈，其实现在的国中生哈不好教，那老师其实也每个都很烦恼哈，然后事情也很多。那我们也希望在妈祖的保佑之下哈，让这些学生哈，然后在这个林内公园这个环境哈，能够快乐的学习哈，然后每一节课都上得很顺利哈，然后回家也快快乐乐哈，不会跟家长吵架，或者是还有跟家长唱反调，这个是我们的最大希望。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能够在这个环境顺利成长以后哈，长大成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，为社会来贡献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哈，也是当老师的一个最大的心愿。那欢迎大家来林内乡这个林内公园的渊明国中哈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